下一个也是我会教但是没考过的洪水、淹水、淹大水。淹大水有两种，一种叫内水，一种叫外水。内水指的是都市排水不良，下大雨宣泄不出去淹起来，这叫做内水。外水指的是那个河川的河水暴涨淹过来，这个叫做外水。我现在教你都是外水，所谓的河川河水暴涨淹过来，好，我现在都是外水，来，台湾呢常常会下大雨，下大雨呢就下很多，就会淹大水。来，帅哥美女，台湾主要的下雨的时月份是几月到几月？台湾下雨月份是几月到几月？有没有一个可爱一个小个可爱小女生是吗？男生吗？珊珊，六到九吗？啊，有许多。五到九月，请坐下。五月到九月，是什么雨嘞？帅哥美女，这是什么雨嘞？五到九月是什么鱼嘞？啊，有个可爱小女生吗？有四号，什么鱼啊？很好，梅雨跟台风。梅雨跟台风，然后造成好大雨，就造成啊山洪爆发洪水的主要原因就是下雨外水。河川暴涨淹过来一，然后呢，洪水再就是淹没盖住嘛，冲蚀就是水冲过来，那个冲走叫冲蚀，还有一些夹带物体撞击，还有泥沙淤积，大家也可以看到。然后呢，很不幸的，我们人就喜欢住在容易淹大水的地方。左边一个山，右边一个山，你住哪里？山中间嘛，也是容易淹水的地方，你跟石头往下面流。容易淹水的地方，我们要种东西，要喜欢住在泛滥平原嘛，比较肥沃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泛滥平原？淹过大水流下叫泛滥平原啊，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就爱住在那个容易淹大水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当然就灾情就更加严重。然后呢，就一些淹没啊、冲毁啦、道路设施啊，看看就欣赏一下这些灾害。来看看可爱的照片，啊，这泥沙淤积，看看照片。古时候戏子淹大水的照片，那应该是莱尔富吗？对，就大概一楼吧，大概淹了大概一层楼，然后呢，下一张比较有趣一点，人人可灌来，直接过去就被灌了，大家都被灌了。那因为水淹这么高了，所以当然就可以开船了。开船去啊，救人啊，送便当啊，啊，那过去，然后呢，等水退掉了，来吧，你看，刚刚讲过嘛，因为水冲过来会静止，静止就会沉积嘛，就沙子就会下来，就沉积很多沙子，这些都叫泡水车嘛，啊，万一你长大了，自己有车了。万一不幸你的车子变成泡水车之后，请不要发动，请拖掉车，把它调到修车厂，然后花一笔很多的钱把它修好。对，不然就换一台新车报废掉，你一发动一点火，它可能就更糟糕了啊，所以就请拖过去，然后花很多的钱把它修好。啊，也很难搞，因为里面全部基建全部都泡水，很难处理，OK， 人但是你可以看到左手边那个应该是后来停的嘛，没有办泡水。右边的车应该都是泡水过的，都有很多沙在上面。所以怎么办？啊，我们就要认定有些灾害做一些啊，这都是废话，这都是必要的废话，告诉你最容易淹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很难，有时候也很难搞。我们的可爱的社子岛。在那个我刚出生没多久，台北市做了个截弯曲直，那里被列作滞洪区。什么叫滞洪区啊？就是洪水来的时候，让洪水留在那里，不要淹到别的地方，叫滞洪区。所以社子本来就应该淹水啊，它本来就应该淹水，它本来就滞洪区，它本来比较低啊，本来就应该淹水啊。
结果那边人越住越多，像他也是跟你干，干一说我们好可怜，下大雨就淹水啊，你要想办法，所以放好多抽水机啊，把水抽掉啊，干嘛干嘛，再做一大堆事情，然后过了半天，那你所以讲这样讲嘛，可是有时候你也很难，我讲过嘛，人就喜欢住在容易淹水的地方嘛，所以那就很难搞。哎，理论上是这样，就是你要不该住的人就不要住人，像那个以前戏子，以前戏子很容易淹水。因为他在一些不该有几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堤防太矮，左边台北市的堤防很高，右边市的堤防很矮，所以都淹过去，所以都淹过去。第二个，他当初在很多本来是该水走的地方盖房子，那当然就会淹水，当然就会淹水。但是就要注意，然后呢，不要有淤积，要讲过河道不要走啊，疏洪道不要放东西啊，刚刚讲过。然后呢，要有一些做一些测试，那就这个，这里有一个。原山子分红道啊，做了，因为戏子老是会淹水，所以有人在想，我就做一个原山子分红道，在它的上游挖了一条路，直接通到台湾海峡去。所以哪一天如果雨水下太多，他就把分红道打开，打开，让水就直接流出去，流到台湾海峡，这样子上游的水就不见了，那下游就不会怎样。淹起来了。这个分洪道当初在盖的时候有人反对了，有人觉得说这个效果不大，不过到目前为止它似乎还蛮有效果啊，似乎还蛮有效果，就是打开之后，哎，真的减少。所以现在以前戏子的房价惨跌，因为它只要一下大雨它就淹水，现在房价又回升了，因为它已经不太淹水，哎，不太淹水了。OK， 就是因为原山子分洪道 ，OK。然后呢，告诉你大雨来的时候，一次高架讲过，一次高处啊，刚刚跟你讲过的，对，停在高架桥上啊，免得变成泡水车。然后低洼区要尽早撤离，拜托你。待会儿提到什么山崩什么这些类似的，要下大雨了，可能会淹水了，可能有土石流了，然后请你赶快撤离，拜托你，请你撤离就撤离。不要死守家园，死都不走，不要赖那里不可，反正知道大家困难，该走就走，该走就走。然后呢，讲过了保护森林，然后呢做好植物保持，这句话后面会再教，后面会再教。啊，森林保护好，水土保持做好，排水系统弄好，可以帮助你防止水灾，或者防止水灾，这是一个重要，这就是所谓的洪水，也是一样。学测没考过，看一看，欣赏一下就好了。